那真的是，暴露度百出，我就说白丹鸟了。你把我也忘了，还有白丹鸟是不是？因为我是觉得我漏，你说跟我一起出生，我就嗯，我开了。能不能把白丹鸟换成鸽子？没有，白丹鸟喜欢了。这么欠，这么欠，挺喜欢的。Go！你在干嘛？在做任务。行。哎呦，我没跑掉呀！我操，你跑得好快呀！哎呦，我操！你什么身份？啊！我发言。你妈一片。两具尸体，鱼子和哥哥是大哥，在实验室下面横着那条通道。坏了。我从哇，他怎么跑这么快啊？那条通道上来做，我准备去实验室做任务。两具尸体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他俩发生了什么。就，我问一下，距离稍微远一点，有没有可能不是就是，警长刀的？因为他不是很近，两具尸体都在，要么是双刀了，要么是这个好人刀到好人了。因为这么近，不太可能出现两具尸，大概有。想想一个鹅身子的位置，不是那种紧贴着的。我自己没有就是砍用警长砍死过这个队友啊。就我想问一下后面的人，可以解释一下，有经验的，好吧？两具尸体，别拍了。但是另外一个死的人，我不知道是被谁杀的，或者是错了。没看到人啊，我没看到人。全程我想想，对，没看到人。那就那个拍身份呗，我是那个带刀好人，我当时下去看了一眼，然后但是我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就是尸体呢，然后我就上来了，我上来是跟这个猪猪公主，好家伙，那个在带刀好人，然后后来就报警了，然后后来下面发生啥我就不知道，那我就拍个身份，我是一个带刀好人。哎呀 KB 呢，身份没要是有他本来没人骗呀，那个就是。这也没法跳呀，这有刺客，笑一笑。妈，小郭真的是。我先过了，后面的人想一下吧。你还想他想替你还带到好人呢？那后面跳身份，那死那啥是啥你知道吗？就让人跳身份的，咋的？刺客呀？我觉得这小锅子不好。咱们现在不知道死的人是啥身份，那为啥能让咱们跳身份呢？跳完以后完事你给崩一下子，别的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是从右下角迷雾出生的，出生以后我就特别害怕，我就往上走，往上走，走到头左拐遇到了这个斑比和牛肉干吧，遇到他俩以后就报警了，然后所以说整个这个案发现场我是完全没见到的，但是听发言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小锅子居心叵测，坏女人心里面没藏好事，别的我不知道，这轮可能啊，我有才艺的，所以我这把一个人啊，一个鹅，啊，这反正招帮主的意思就是警长刀刀好人俩暴毙了呗。哎，那我反正说错了也不用负责，对不对？我就随便说。哎，有没有可能帮主跟小锅子双狼刀，然后刀到了加拿大鹅呢？啊，那我也不知道是吧？我随便说的啊，那我也没有别的信息，反正我这把一个人在玩过了。这也太随便，你随便。啊，猪公主发言，你随便起来也太厉害了。我可以保斑比跟牛肉干开不了刀，我们是在实验室上面遇到的。然后我出生在锅炉房，往左边走，报警前这个小锅子从实验室左边的门蹭上来，我没有跟你在一起啊，你是报警前上来的。那这个两个尸体，那少帮主说没有在尸体附近看见人，那少帮主不是说谎吗？这小锅子是从报警前从那个门那边蹭上来的，那个门就这么一点点距离，少帮主肯定看得见小锅子的。这把我要出小锅子啊，过。小郭子发言确实不好，让大家拍身份。但是，我又在想他是不是呆呆鸟的事儿。要投他也行呗，但是呆呆鸟就是，不是就投出这个。有可能是刺客在听身份哦，但我感觉小郭子拿狼没那么悍啊，跳起来跳个带刀好人，让大家拍身份，还是像呆呆鸟。
猪猪公主跟斑比确实他们不能把鱼鱼子砍了呀，鱼鱼子这把是正义使者，警长。我觉得那双他们狼人不砍鱼子，鱼子就杀疯了，那就是外置位。那这剩下的好人不是就直接赢了？那其实咱们三个在一起，如果小郭子要开枪了啊！逃到加拿大，好家伙！如果没有的话，完了，小郭子又点了一下投票，那投小郭子吧。又在猜身份呢。我操！小郭子一枪，我操，太准了！过了，小郭子把警长给闷了，你妈！小郭子这么厉害吗？他凭啥呀？我啥也不跟他说，我说我很厉害。我操，他怎么就猜到是警长呀？我操，小郭子怎么就看出来了？这这也太他妈准了！我去，怎么猜到了我是警长？我警长很明显吗？很明显呀，因为你问我说你，他们那个距离直接把我跟大哥夹杀了。哎，小郭子这么强吗？不是，这都能猜到？我不知道。我当时跟他说我是带刀好人的时候，他反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带刀好人？”那说明他也是带刀好人。这么猛、啊？我没有问你啊，我跟你对话了吗？啥意思呀？你瞎编的呗，小郭子，你瞎编的吗？不是我编，是真的有人问了。我发言，牛肉干死了，在这个雕像的左边上面，就是跟刚才那位置，我操，跟那个去实验室那块儿，我从右边过来的，还是从饭堂那边过来的。然后我通过透墙那个有那个不是有一个视野嘛，就是隔着墙那个观望，我看见了斑比在这边，所以我本来进去想找斑比的。然后路过的时候，我直接看到了牛肉干尸体，然后是白色的鹅拍的。我看到斑比在里头了，所以斑比应该是不能刀他的吧，因为斑比在里面在做任务。斑比你自己知道，那个就是在拍之前你站在那个雕像的那个房间里面做任务，你应该能证明这一点把别人我没看到过了。帮主啊，我也在斑比边上呢，然后那个牛肉干死之前说他是加拿大人。我正和斑比探讨这个鹈鹕的问题的时候，从我边上路过了，但我可能长得也像这个地窖里面的一个雕像似的，没太引起你注意啊。但是确实是你出刀的时候的一刹那，我挺惊讶。然后我还没等尖叫呢，这边就警报响起了，再给你出过了。这还真是啊，这牛肉干还追着我，然后跟我说，他说。我是加拿大鹅，然后我说哦好，你是加拿大鹅，然后他刚跟我说完，然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，我往右走，他往左走，然后就报警了，帮主，这牛肉干死好惨呀，过了。我，你那个刘大哥，你不说谁是鹈鹕吗？我没听清，因为我在那做任务，然后你在我旁边疯狂喊什么鹈鹕吃人了，这么快报警，你也不说。那啥意思？你发言也不说，现在是让狼赢还是让鹈鹕赢的意思？反正说你有刀，你谢谢水秃秃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水秃秃。鹈鹕赢还是狼赢？谢谢卢卡斯的之前好多那个打扮那个甜蜜蜜。那个我不能看着头发，我已经发完言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嘛，毕竟时间还久。那个。我看着头了。嗯。哇，那好人没了。投票呢？好人是不是有一种赢的可能性？就是鹈鹕吃了人。对。或者这如果对对对。如果我要直接报警呢？是刘大哥问的，我肯定崩刘大哥。直接报警不行。哎，他们俩在拉扯，狼跟鹈鹕在拉扯。坏了，开没了，开不了饭。鹈鹕赢了。
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帮主啊哎好吃好吃好吃哎呀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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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给你找个伴来我给你找个兄弟找不到呀，没兄弟了呀，没有兄弟想在这儿按铃啊，没有啊，没兄弟了。哎呀，没人呀！哎呀，人都去哪儿了呀？是吧？好，有，有，好，鹈鹕，长帅了。狼，你咋不去投这个鹈鹕呢？我投了这个鹈鹕哎。投鹈鹕也必输啊！你们就投狼赌没有鹈鹕呗，或者肯定没有那个刘大哥在那疯狂说，你说死这么多人，怎么会没有鹈鹕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你的意思就是全怪刘大哥呗，是不是？看见小绝给牛肉干吃，没有，我刚跟你说，不是。首先我狼人视角里不确定谁是鹈鹕啊。我只能知道你不是鹈鹕、啊，那俩都有可能是。大哥肯定不是，他在那疯狂喊。但鹈鹕一定会跳过，我投跳过我就死不了，所以我投的跳过。哦、也是。对，就我怕。哎，我们怎么看见？好啊，放主。完事儿，这个人复活了，被人刀了呀？是什么？Go！在我这小郭，小郭，我跟你走。你是大腿，咱俩进来交个身份。来来来，我是。很好、啊，那来，我跟小郭交个身份。你啊、哦，我走。你不会想杀我吧？我不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是工程师。你是工程师？我。哎呀，外面他们偷听呢。啊！发言，鱼子发言。我在那个饭堂出来左转的地方看到了这个，我忘了是啥颜色的。然后，那就是这个斑比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就直接报警了。然后我出生的时候看到了小绝，然后我就在饭堂那边绕了一圈，因为我这把又是那个东西，然后我就想。因为他，我看到那个技能上还有一个别的一个，就是那个我一直都没有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触发的。我在那个雾洞门口看到刘大哥，还有好像说小郭子，然后我听到街歪从雾洞里面出来，然后说他们在偷听呢，然后我现在就好奇偷听啥呀？那。这边你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就怕被别人听到呢？因为我正好是路过嘛，我看到刘大哥在那个雾洞门口，然后我就好奇，我就看他，我就跟他保持距离。谁知道你出来冒出来一句，他们在偷听，我就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。哦，然后还有那啥，说话内容是什么？为什么怕？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的话，我会怀疑你的啊。啊，就我跟小郭和那个小绝刚开始在一块儿，然后我跟小郭说我们两个要互相交一下身份，然后我们就去那个雾洞里了，然后小绝他就走了，然后小郭要跟我说的身份的时候，我发现外边有人，我就说外边有人偷听，我记是谁躲在那个后边偷听，是小绝偷听还是哥哥是大哥偷听过，我忘了，反正就有人偷听是这么回事。但是我觉得咱们几个肯定不会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的人啊。当时我记得小绝、哥哥是大哥、小郭子和我都在那个雾洞组那个附近。那不在的现在场活的就是鱼子和刘大哥吧。刘大哥在附近吗？反正我也没什么印象。死了这么多人。然后你们后面聊吧。好吧。我过了。是刘大哥在门口偷听，我倒没有看到这个小绝，那只能说明这人不是咱们四个刀的。然后我是怀疑这个哥哥是大哥，可能不是狼，但可能是坏人。
就是可能是就是可能是就身份不好，中立吧，中立或者狼，因为我觉得死四个人双刀好像也不够吧，应该肯定有警长就是刀了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想投这个鱼子，想在这个鱼子跟小绝里面投一个，因为咱们四个，我记得门口是刘大哥，反正我没有注意我没有小绝，那就鱼子没跟咱们在一块儿，我就觉得可以投这个鱼子，然后就过了。聪明小郭果然聪明，但是有一个用词不是特别准确啊，刘大哥不是偷听，刘大哥是出门办事正好路过，看到里面的人鬼鬼祟祟，想监察一下到底在干嘛，但确实是在案发的过程当中，哥哥是大哥 JY 小郭子和我刘大哥四个人是没有作案时间的，那么凶手呢一定就出在小绝和鱼子上面，但是呢刘大哥的思考量又比较大，在这个情况下短短的时间里面死了四个人，有没有可能是警长还得杀了一个好人呢，然后剩下那两个人是被鹈鹕吞的呢，反正我可能会在这个鱼子和小绝里投。听听小绝的发言，刚才鱼子发言我感觉是一般，但是没听小绝发言的我不敢现在给小绝你好好发言吧，要不然这局可能就是你这一场的最后一过了啊。我一直在乌洞门口啊，我才是那个鬼鬼祟祟偷听的呀，你们不要说别人呀，我是那个鬼鬼祟祟偷听的呀，这我看到 JY 跟谁啊，小郭在这搁着，哥是大哥啊，在那个雾洞里面，我就没走，我一直在那个墙后面卡这个视野，在那儿偷看。这把唯一外之位就是这个鱼子啊，那肯定先出这个鱼子呀，我是一个非常硬的好人身份，这个鱼子啊过了，鱼子没了呀。哎呦！吓我一跳！侦探，等一下，我看一眼。外哥在。哎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想问一下那个，就是我按到那个 space， 就是我是那个侦探，然后看到那个人的头上有一个，就是头像旁边有一个鸭子，然后就是头上有一个白色的是没杀人，红色的是杀人了。OK OK。那你看到的是白色还是红色呀？我看到小爵是白色。但这个大哥也是白色，你得重念啊，就是他那侦探是什么，就是验人呗，他还是白色。我就是刚刚我刚刚刚刚刚刚对，就是验完了之后，哎我操，就是他验完了之后杀人他还是白色的，你得重验。坏了，我刚这轮查的现在是谁不在啊，我走了，拜拜啊。 JY 也是白色，什么意思，白色就是好人吗？白色没杀过，好像说我反正念了。他每一人每一人都重置的，每一人都重置的，每一人都重置的。现在还就是你这回合他没杀人你也验不出来啊。那就说明这个 CD 好的这么快，说明狼已经死了，起码死一个了。哎，谁走了？不知道谁走。没有狼了呀，别抱团了，别抱团了，兄弟们。我们直接摇铃，还是别摇铃，没信心。门关了，我只能认小郭。我们这边没有杀过人，然后有人做了这个狼任务，那直接哎灵魂，那就是说明有狼死了呗，有狼死了再做任务呗。哎呀，这不哎，别贴了，别贴了。你们去哪儿啊？
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我估计是不好当面下手。这歪哥是真不做任务啊？那你这纯纯铁好，看这任务条，你肯定是好人。啥意思？小爱等会儿跟我说。做任务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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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任务。走，小杰，我们去锅炉房做任务去。那应该鱼子就是狼了。要抱团，抱太紧，狼没有容错了，没开鸽子的，大伙别抱。我做个任务啊，你们别那个。看了这个任务条，歪哥肯定是好人吧？小郭还是还是得开个鸽子啊！如果有鸽子，哦，也不一定，不好说。要有鸽子就结束了。如果有鸽子，鸽子说不定死了。小郭，你去哪儿？少了一点。你去哪儿？哎，少个人。那个大哥哪去了？哥哥达。他不是说算是侦探，他说是侦探就是。哥哥是大哥哪去了？不知道啊，死了，被砍了，有可能死了。看一眼，那不是啊，总共就咱们五个人啊，那他咋死的啊？咱们去歪哥杀的呗，刚才咱仨不都在下面吗？就我杀的了，就是我三个都在下面，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了，应该是。结束了啊！好人好了，好人赢了，做完任务了。任务做完了。我操，任务做完了吗？给你关两回灯，你都不刀人，歪哥。我刀不了人，躲在他们旁边。他全程跟我在一块。哎，怎么看那个任务那个进度啊？我任务它不显示的，任务不显示，得下回合才显示上。哦，我还以为如果但是我也。